这个都是一个方便，方便就是个过程。它所要表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展现出来的力量。就像一个老板，他目的干嘛？目标赚钱，赚钱。你是博士，你是硕士，你是什么？你能够为我公司赚钱，你就是对，这个意思吧？啊，那佛法的目的，大乘佛教是在帮助众生，所以你所做出来的每一个行为，都是考虑到对方，而不是说插花不是佛法，我不要学，我要读经典，啊，因为插花不是佛法，不是我该学的，煮饭不是佛法，啊，所以佛经有讲一句，不懂世间的事情，不明发菩提心，不可能你有菩提心，因为所谓的悲心菩提心是为了帮助众生。就像他们现在抱个小 baby，什么叫佛法？让他乖乖，不要哭，让他健康。这个时候你不要再拿说我在读什么经啊、什么论啊、修家行啊，那个是讲了这个没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是你如何让小朋友健康快乐这样，而且找出他喜欢的东西给他吃，讲喜欢他喜欢听的话。而且讲这个话，不但他喜欢，将来他会做个好人。这个就是佛法。佛法是用在大乘佛教是用在对方身上才叫佛法。啊，连你喜欢不喜欢都不行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喜欢，那叫嗜好，那就不是大乘佛教，那是你的嗜好。我喜欢打坐，我喜欢吃粥，我喜欢我的上师，啊。因为你对别的上师师父不太尊敬，我只有扶持我的道场。事实上呢，大乘佛教是帮助众生的，每一个面包店、每一个饭店、每一部车，都希望他很平安、很快乐。所以你走在街上，希望每一部车都开车平安，每一个老人都开车好。啊，一对夫妻走过去了，希望他们每一个家庭都和和这样。所以你不能说。我是出家人，我干嘛给他念佛呢？他们是夫妻呀，他们在谈恋爱，那不是我的事啊，那就错了啊。所以为什么佛教要讲空性，没有我，我没有我执，就是说我活着，你喜欢花我就变花，你喜欢水我就变水，你喜欢衣服我就变衣服。因为只要让你现在快乐，而且透过我修行的功德，你穿到我变的衣服。而得到这个佛法的加持，这样的呀，就像你把一串念珠念了100万遍，要送给一个啊，刚好你碰到这个人需要，在我这100万的念珠给你，希望你得到我100万的功德。那有时候人会想，不行，我这串念珠要留着，要留着一个对我最有意义的，我才给他。那人家找情人哦，啊，佛教不是这样，佛教是。我虽然昨天晚上才念完10万遍，很宝贵，早上就碰到一个乞丐，你就要给他。这个叫舍，要冤亲平等。如果你舍掉这个因缘，你也没机会。为什么？事实上，早上你碰到那个乞丐，才是你最需要回向给他，是你过去世的爸爸。只是因为我们是个凡夫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你发这个愿，他就会来。就像以前有一个乞丐，他看到每个人都在布施，他没有半毛钱，但是他想说哪一天哦，我也要亲手种出我自己种的水果来供养出家人，所以他就开始，人家给他几颗葡萄，他就把那个葡萄籽放在他后面的一块土地，他在那边睡觉，然后每天给他浇水啊，就他希望这个葡萄长出来以后，他。就有福报，用亲自的力量去供养一个修行人。那你看，葡萄要种1、2年，终于长出来。但是菩萨知道，菩萨知道对方有这个念头，所以当他葡萄那天成熟拔下来，有一位菩萨示现成阿罗汉，因为他知道对方只希望，他认为阿罗汉是究竟嘛，事实上是菩萨示现，故意走到他面前，哎呀。那一位乞丐说：“哇，我发这个愿，终于这个葡萄成熟了，有没有出家？哇，终于来了！”他就跪在那边供养他。
当然，这位菩萨阿罗汉就给他说了，他说：“你不是今天供养我，从你发心种的时候，那一天到今天，这一两年的时间，你天天都在大供养。所以呢，祝你满愿。所以这个乞丐后来就无病而终，升天了。这样，后来又生在有佛陀的地方。”所以我想，这个是心态。虽然我现在是，假设我是幼稚园，我希望我将来长大可以做医生，帮助穷人。那你从幼稚园读到医生的这个，天天都是功德，啊，因为你用这个心态，那这个就是佛教要我们修的。念一下，发菩提心，成佛度众生的心。对对对对，但是不能急哦，就是说这个心你发了。那你现在就开始累积资粮，对人很好，对海鸥很好。就像我每次走出来就看到海鸥，啾啾啾飞来飞去，真想买面包啊！啊，最好我去借人家的屋顶，因为你在路边喂，人家才会骂。上回李志雄帮我们安排，这不知道一个什么学校的酒店，刚好我住在住顶楼，窗户还可以打开，我每天就拿了一大堆放在屋顶。啊，因为那些海鸥如果来吃面包，它就不用吃鸟了。这样，我昨天就看到一只海鸥在吃鸟，这样，它没办法，因为它们就是体积大，牙齿那个利，它可以吃鸟，也可以吃面包啊，就像那些恶鬼道一样。如果你去喂那些会伤害人，我们人会生病啊，就是因为有那个恶鬼道的冤亲债主，他吸你的精气。所以你就会生病嘛，啊！但是如果各位经常去甘露施食啊、烟供啊、布施给所有的孤魂野鬼，所以我每次写牌位的还会下一个附在所有人类身上的冤亲债主。各位，你不写牌位也无所谓，但是只是写牌位是一种好像很实际的念头，这样啊！而且我们牌位一写，事实上你看啊，我们前面我们感谢 Coco 啊。每次都帮他们摆得这么庄严，来念一下嗡阿哄，嗡阿哄就是请佛菩萨加持这些水果啊、饼干啊、水啊，然后变成他们可以吃的甘露，而且变成清净无量无边，他们马上吃得到，而且吃得到以后，就可以也可以得到身口意的净化，可以脱离三恶道，能够往生净土。来，嗡阿哄，嗡阿哄，嗡阿哄，好，各位不是现在念哦。你只要经过食品店都要念，啊，因为他们在卖水果，他们在卖好吃的面包，卖冰淇淋，我先替店家把他们的食物供养三宝，这没有偷盗啊，然后呢，又把念嗡阿哄，让买的人呢，因为这个食物已经供过三宝了，他吃呢，哎，功德更大，啊，嗡阿哄。所以这个世间有无量无边的卖食物的，啊，所以包括那很多人问我说，那师父他们卖肉啊，你念不念？我还是念啊，因为我希望这些肉先得到超度。这些肉得到超度以后啊，我会观想这些肉呢，就像做红烟供一样，布施给那些需要肉才会解脱的罗刹鬼。这个在西方人在回教徒叫献祭。对不对？哦，他们就是杀一只牛、羊来替他的儿子祭拜神呢，啊，希望他的儿子平安。但是既然他已经死了，那我们就用他的肉来供养诸佛也好，布施众生啊，然后呢，让他可以超度，这样啊。就像他们都说器官捐赠啊，对不对？或是一个人往生了，我已经超度了。我的眼角膜可以布施给对方。释迦牟尼佛过去也是用他的身体去跟众生结缘，这样啊。那当然这是你的念头，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，你只要经过商品店、菜市场，太多了，太多的商品，卖花替他上供下施，卖衣服替他上供下施，希望这个每个老板都发财啊！就像各位进到。这个地方刚刚看叫皇宫大酒店是吧？餐厅这个名字可大了，各位都是国王皇后，不然怎么会进到皇宫来呢？
所以那你就要这样观想啊，希望每个人都做国王皇后，希望这些食物呢都变成甘露翁啊红啊，不管它是荤的还是素的，它只是满众生愿而已啦啊，化为甘露就不分荤跟素了。所谓甘露是天神在吃的东西啊，他们呢一吃了以后 不用大小便，马上身体清爽，对啊，发光叫甘露。当然我们是念头了，所以那你听我这样讲，那你就太多的念头。当然有时候你们经过，我们经过餐厅，他们在煮鱼哦，那个味道很痛苦，但是我们更要念。为什么？我们妈妈身体没洗澡来，是流血发出来的味道，更是我们要慈悲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哦，那么臭，这下你可惨了，那些鱼会恨死你啊，你弃嫌我的味，它已经很苦了，虽然我们闻到这个味道不太好闻，但这个不好马上要转为悲心。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流血，我们不是嫌弃他，马上转为一种悲心，感受到他的苦啊。就像我们路边看到别人在抽烟，这是正常的，你只要路边走来前面在抽烟，这很正常，你不能说哎，这个抽烟，你这个念头就会伤你的心，大家批评别人，傲慢啊，放弃别人，那不行。就是说事实上各位搞不好年轻人你也跟我一样抽过烟啊，这样很正常啊，我们也是轰啊轰，希望把他这个不清净的烟转为清净的甘露，这个叫密乘。所谓密乘，就是所有不干净肮脏的对你来看都是清净的。也就是说再坏的人，请问再坏的人有没有佛性？有没有？记住这一点，佛之所以成佛，是他看到所有众生都对他有恩，而且可以成佛。佛之所以成佛，是这个圆肮肮脏脏很不干净乱七八糟的本体都是清净的，是诸法空相。所以有一天就是阿难问佛陀说，佛陀在这个世间那么脏乱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没办法修行。佛陀说，来，你站在我身边，我用我的眼睛加持你的眼睛，你去看这个世间吧。结果阿难，佛陀加持他，阿难一看这个，哇，原来这个叫灵山净土。这样对我们凡夫的心事，这个是一个五浊恶世，但是对佛来讲，这是灵山净土。佛陀的净土在娑婆世界，因为佛陀可以把这些很难度的众生呢转化它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就是说，这边假设这边是黑暗的，乱七八糟，谁走路都会跌倒，但是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一道光，所以你就可以走到那道光。那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做了这么多仪轨啊，今天早上为了要法会，他们我们扣很多义工都提早来布置，这个布置干嘛？是给我们看的，也给诸佛菩萨欢喜的，也给众生看的。为了你我们这么认真啊，这么认真，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厨房为我们在准备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各位皇帝要上菜了，他们跟我说师父十二点哦要准时开饭哦，啊，所以那因为，所以各位你有这个想法，你要谢谢他们，啊，一切都要转为谢谢。他说，你不能说，哎呀，他现在他得煮素给我们吃，他等一下还要煮肉给人家吃。你要想，那他煮了1000顿的肉，煮一顿素给我们吃，就可以消除他煮1000顿肉的恶业。也因为他煮这个素给我们吃，然后他过去煮肉，包括未来希望这个肉经过他手上都化为都超度他们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当然要送厨师一条给他信心，虽然我们这样观想，但是要给厨师信心。我每次送给他们都跟厨师说，你带这一条有六尊佛的力量，你煮的肉啊，你端的肉啊，他们都可以超度升天，他们都很高兴。而且你用这一条端个菜给人家吃啊，得到无量的祝福，因为佛的力量在你手上，在你身上。